站在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日以继夜和病魔抗争，难免失手感染病毒。那这个时候，对病毒免疫执行力又超强的机器人就成了最大的帮手。无论是在加护病房隔着安全距离协助医生护士监督病人情况，或是代替警察巡逻街区，都成为了当下甚至是未来人类生活大改变的契机。面对这场对抗病毒的长期战，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一刻都不敢松懈，就怕病魔趁机肆虐。然而，医疗人员并非铁打，也容易受感染。意大利中医区伦巴第一所医院善用科技，用机器人代替医护人员，在加护病房监督并记录新冠肺炎患者的心跳、呼吸频率和血压等生理数据，协助减轻负担之余，也能降低医者的感染风险。Sono un ausilio che non si stanca, che non può prendere infezioni, che non va in malattia. Sappiamo che molto il personale medico, il personale infermieristico è stato colpito in maniera dura da questa infezione e il fatto che il robot non possa essere affetto da Covid è una grande conquista.小小抗疫机器人也能发挥作为沟通桥梁的作用，在医生的远程操控下咨询患者的健康状态，保持两者之间的距离。不过相比年轻病患对机器人的好感度，老一辈患者起初并不太能接受一个冷冰冰的医疗助手，但随着时间推进也逐渐释怀。在突尼斯，同样有机器人代替人们站在抗疫前线。当地政府在上个月中旬陆续下达宵禁令和封城令，要加强监管，又要避免警员暴露在高风险下，只能派出巡逻助手协助监控。这款备有红外线和摄像机的巡逻机器人早在五年前面世，价值高达13万欧元，相等于61万令吉，专攻海外保安服务市场。不过在疫情当前，机器人就正式走入普通社会大众，化身为巡警，在警员的遥控下向违反禁令的民众发出严厉警告。在空荡荡的街道上，一声声地提醒民众要遵守条例，乖乖待在家里。مطلوب من الجميع الامتثال